各位，你哋好，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今日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著名粤语片武打女星于素秋女士嘅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于素秋曾经主演的电影继续表列如下：31《白蛇传》1952年饰白素贞；32《宝剑神功》1952年饰余素秋；33《新木兰从军》1953年饰花木兰；34《仲夏夜之恋》1953年饰杨秋平；35《秦良玉》1953年饰秦良玉；36《方刚奇侠》1953年；37《白花蛇》1954年；38《碧血黄花》1954年饰李婉婉；39《铁桥三二救穿云燕》1954年饰秀芬；40《铁金刚三房峨眉侠》1954年饰秀芬；41《宝剑结良缘》1954年饰玉明珠；42《关东四侠血战流花塔》1955年；43《关东四侠千里报复仇》1955年；44《江湖奇侠》1956年饰金銮珠；45《女侠响尾追云镖》1956年饰女侠卢道娥；46《横霸七省圣治旗》1956年；47《黄花闺女》1957年饰春五娘；48《女侠红蝴蝶》1957年饰红蝴蝶；49《烽火鬼头刀》1957年饰杨秋云；50《龙凤双剑侠》1957年；51《女侠黄莺夜破三尸案》1959年饰黄莺；52《女侠黄莺擒凶记》1959年饰黄莺；53《十三号凶杀案》1960年饰黄莺；54《龙虎斗江南》1960年饰广慈师太；55《秘密三女探》1960年饰黄莺；56《屠龙女三斗粉金刚》1960年饰万寿清；57《女飞侠黄莺巧破钻石党》1960年饰黄莺；58《五毒白骨鞭》1960年饰白梅花；59《温柔乡》1960年饰沈婉红；60《怪侠赤屠龙》1960年饰万寿清；61《天山双狐斗屠龙》1960年饰万寿清；62《芦花何会舞》1961年饰范梨花；63《杀出重围》1961年饰黄莺；64《神拳铁扇子》1961年饰李琼英；65《步步惊魂》1961年饰梁美芬、梁美兰；66《活骷髅浴血五仙官》1961年饰白梅花；67《无敌杨家将》1961年饰穆桂英；68《杨门女将告御状》1961年饰杜金娥；69《昆仑三女侠夜渡香云魄》1961年饰赵云娘；70《梁红玉血战黄天荡》1961年饰梁红玉；71《白门楼斩吕布》1961年饰吕布；72《仙鹤神针上集》1961年饰苏飞凤；73《仙鹤神针下集》1961年饰苏飞凤；74《昆仑七剑斗五龙》1961年饰清冥剑柳湘；75《苗山白毛女》1961年饰秦子卿；76
青龙镇千霸战，1961年，释罗英。77魔犬追凶，1961年，释第五号女探。78天下第一剑上集，1961年，释天山玉女张丽华。79天下第一剑大结局，1961年，释张丽华。80追魂太极镖，1961年，释粉蝶儿。81关东三女侠，1961年，释赵云娘。82一剑九连环，1961年，释粉蝶儿。83五恶英雄传，1961年，释红衣女叶凤珠。各位，关于于素秋女士的生平故事同佢嘅演艺作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下一集我哋会继续讲述于素秋嘅生平同佢嘅作品。希望大家继续收看，唔好错过啊！如果大家喜欢我哋呢条片，就请大家俾个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同时，请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同埋记得揿埋个啷啷。咁我哋每次出片 ,YouTube 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哋。好，拜拜，我哋下一条片见。